都普勒效应，就是你在路上听到那种消防车会干的车，八加九的车也可以，但是过去就这样，哎呀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哦，声音往下降。对对对。所以唱歌走音不算都普勒效应。你要这样解释，那也可以啊。所以你去看演唱会，然后那个人走音就说都普勒效应。这样偶尔回来就蛮不错的。不相爱的太多，是心结。对。原来是杜普勒吗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